韩国人有多羡慕中国媳妇儿，前素媛的婆婆给孙女买衣服都是一把一把的拿。这个小娃呢也挺费劲的。啊，就我推过一次性格吧，这个。哇，找个九零。哦。야거의뭐통째로다사입겠어요이신데그러니까중국부자한분오시면그냥싹다들어가시잖아看来韩国艺人也是看透了中国人。当婆婆来韩国看望儿媳妇时，身上的装饰品华丽到让韩国艺人发出感叹。哇！这是금목걸이죠어머님아팔찌가오개야저韩国人眼界还是低了，这都算中国大妈的标配。前素媛和婆婆一起出去旅游，租的也都是别墅豪宅。老婆好，哦，저기도좋다，너무예뻐，이런경우있지않네？아불빌라，불빌라，진짜몸이더울고，야지금너무웃으셨겠다。一向小气的钱素云终于舍得花钱了。韩国女星要看钱素云公公的钱包时，里面的现金厚度让她合不上嘴。살짝구경해봐도될까요저황금이많아오늘이설날이었으면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个这么有钱的中国公公。钱素媛是不是还在节目里凡尔赛一下，让韩国艺人算到不行。저는뭐부동산이이제한네다섯개정도가지고있고요、네、아파트두개빌라두개그리고전원주택하나이렇게있고와대박이다대단한분이시네钱素媛名下能有这么多房子，也少不了中国公婆的帮助吧。原以为这已经够凡尔赛了，钱素媛又冷不丁地说：“제가가지고있는돈은제느낌에너무적어사실그냥 아, 아진짜 어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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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대단하다진짜대단하다隔壁小兄弟听到这话都忍不住笑了。